大家好，这边的话是陕西，宁陕县，然后这边的话就有一个子午银滩禁区，这个禁区的话好像是关闭了，进去看一下，哇，这边是拿来放拖拉机的，也没人，见不到一个人。那边原来的话是游客中心，哇，游客中心也长草了。这边两棵树很大的，不知道是什么树，你看一下，一公一母，估计就是这样子，是，夫妻树。这边是前镜头，子午银滩的前镜头，前镜头都是这样子，旧掉了，应该这个景区荒废掉了很久。他这边的大门没有关，我准备进去看一下，你看一下，可以从这个大门这边进去。子午银滩啊，据说子午银滩的话是。秦人生做了一个奇迹，从在秦人生做的那个银色的沙滩，是吧？它这个沙滩的话是银色的，进去看一下，也见不到一个人了。这个很久都没有清理了，你看路边都长草了。以前的话是门票30块钱啊，30块钱也不贵啊，不知道为什么也这个景区会倒闭掉了，是吧？哇，这里面还有大雁眼，这是大雁吗？我怎么看上去它像鹅啊？这是鹅吧？行，这是大雁，鹅就是大雁嘛。哇，这里还有孔雀，哇，这孔雀挺漂亮的。这孔雀眼几个字都是很旧的，哇，它见到人在拼命叫呢，很会叫。孔雀开屏的时候很好看，那边有一只孔雀，你看它的羽毛那么长，如果它打开了开屏的话，很漂亮。哇，你看那一只孔雀很漂亮，哇哇哇哇，它开屏了，开屏了，哇，它又见到人来了，它开屏了，你看，哇，真没想到在这里还能见到孔雀开屏，哇哇，好漂亮啊。哇，太漂亮了，这孔雀打开了，你看一下，这个开屏的孔雀好像是公的，然后就是不会开屏的那些是母的，应该是这样子吧。哇，这个的话原来是一个客栈的，你看现在这个荒废掉了，杂草丛生了。哇，太可惜了，这里风景应该是挺好的嘛，是吧？田园风光嘛。你看这个客栈，你看一下，写着秦巴山水。我感觉到这里面风景挺好的，不知道为什么荒废掉了，是吧？既然搞不起来。这店门口都是长草了，这个店门也是大手紧锁啊，你看。然后这边也是有一个院子，也是一个客栈，杂草都没有清理了嘛，是吧？肯定是荒废了非常的久了，你看。
子午客栈啊，哦，这名字安得很好呢。昼应横客枝叶上，啊，只剩下一副对联了。哇，跑进来整个院子都是杂草丛生啊，哇，太可惜了。我觉得住在这里的话比城里面那些上千万的房子很舒服啊，是吧，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子荒废掉了。加智商，哇，这全部都是的，停车场都是长草了。哇，这个地上的花好漂亮啊，这种叫什么花？喇叭花。这是不是喇叭花？你看，非常的美啊，这花。哇，这里地上还放着天锅，这里晚上会不会闹鬼？前几年的话我也有经过这个子午银滩这个镇，也知道在这边的话就有一个风景区，但是以前的话我就不知道它有没有荒废掉。今天这次跑过来的话，这个子午银滩的话竟然是荒废了，也成了那个躺平族了，是吧，这个风景区也躺下了，杂草丛生的，你看一下，哇，那个重复上的话全部都是灰尘的，你看一下。哇，这个上面的话是那个游玩的地方，你看一下，从这边上去嘛，一直爬上去嘛，然后就有点像冒险的感觉嘛。现在的话你看一下，全部荒废掉了，那门都堵掉了，长草。这个我玩这个的话要有点胆量，然后这一排房子的话你看，可能还有一两间有人住的，不知道干什么的，有可能是工人，你看现在没人在。哇，这房子真吵，真没想到一个风景区荒废成这样子。哇，这里面的田园也长草了。到湖边来看一下，看一下湖边的那个风景，银滩。哇，这个树底下的这个凳子，你看一下，全部都长在草丛里面去了。哇，那边还有一个烧烤烟啊，那个烧烤烟就像碉堡一样啊。就像一个碉堡，也是荒废掉了，是吧？哇，哇，那边应该就是银滩吧？那中间也是一个碉堡。这个银滩上可哪可以？踢到个足球了，你看一下，这个是足球架嘛，是吧，是一个休闲娱乐的地方啊，太可惜了。哇，中间一个大碉堡啊，你看一下，一个碉堡那么大。哇，这个中间的房子不知道拿来做什么的。这边的话这个也是踢足球的，是吧，这个就已经烂掉了啊。那边的是咖啡厅啊，咖啡馆啊。送发咖啡馆上面去看一下，
哎，怎么感觉到那里面有声音一样？到这个楼上来看一下。哇，这个草都长在这上面了。这铁链子都锁着了，这上面以前有可能是一个吧台，休闲的地方。哇，晚上来这个地方的可能会害怕。你看，那个椅子都摆在那边。这里原先还有一个舞台嘞，是吧？可能还可以进行一些表演啊！你看，现在的话破败成这个样子了，你看一下，哦，都烂掉了。植物银滩近期欢迎你啊！哇，这里还可以荡秋千，我去玩一下荡秋千。这荡秋千呢，应该还可以玩。哎，你说如果晚上到这边的话，看到秋千它自己在这样子拼命荡，会不会吓死掉？是吧？半夜跑到这边来，然后秋千它自己在这边荡啊荡啊，然后秋千上又没人，哇，那魂都会吓散。我在很小的时候有荡过秋千，那时候的话就是那个我老妈的话在那个树上啊。在树上挂了一个绳子，就我老家，然后就是我们小孩子在那边玩。今天的话，我又来试一下荡这个秋千的滋味。哇，几十年没有荡过秋千了，这荡秋千也是要有一点本事的。哇，又回到童年的感觉了。这会不会断掉啊？没有尾部的。哇！哇，这个沙子的话，真的是银色的，你看一下，是银色的，所以被称之为银滩啊！你看一下，哇，住在这个沙子里面真的很舒服，有点像那个海滩的感觉，哇！这个底下的话就不能下去了，对面本地人的房子。这个银滩下面，这个河里面好像都没什么水啊，干枯掉了，都是干枯掉了。你看这水，你看这个地板上，你看都起这个皮了，是吧？起这些皮的，就是没水的原因嘛。这个的话，真的荒废的有点久了，是吧？啊，门都这么旧了，这边也长草了。到那头看一下。哇，这边还可以打沙滩排球，非常的舒服啊。
是吧？又可以游玩，又可以锻炼啊。这是什么房子？这是娃娃鱼展馆啊！哇，我怎么感觉到里面有声音呢？这不对劲啊，里面好像有声音啊。那个娃娃鱼展览馆很吓人啊，那里面有哇哇哇哇哇的声音，会不会就是娃娃鱼啊？未开放。